我看你直播画面差不多嘛。不行。Hello， 思源，谢思源的导药，这是什么？okay、怎么念？楚导药楚。Hello B E F，Hello 小。差不多啊，是不是没有擦口红而已啊？哎、欸，我要你擦我口红吗？嗯。为什么这么红？我长这样？因为我整脸白吧，会比较显红。好，或者是我们两个唇色本来就差很多。Hello， 亚拉呀呀呀呀呀呀呀亚马鲁夫 B E F 肖艾文大帅比冰斗将号一台巡洋台冰封阿凯天天阿泽万劳。W L L A W， 万劳。刚刚剪头发，泡这一眼半长不短，然后就呈现一个不好看的状态。我也想剪头发，但我不想剪刘海。不要剪啊！不想剪就不要剪。我想看你戴的港。我以为你说，我想说刚手伸上我的钱包，我想看我的钱包是不是？我想看你的钱包。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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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再一次，再一次，来。什么鬼啦 ？Hello， 草莓酱。好歪哦，好可爱哦，你看我。我操！哈哈哈 ！Hello，Hello， 梦幻佩宁 ，Hello，Tomo， 吴大哥，我看一下我的这里的气色。苏云能中之龙，还不错啊。我怎么看起来很差、欸？你再过来一次。要死掉！我看起来也要死掉。对。Hello， 叶之南块。Hello， 家君。现在到底是卡还不卡呢？不要乱抓我的头发。嗯，拜托。求你Hello 坤坤 ，Hello MJ， 蛮可爱的，你就这样吧。不知道是灯光还是手机，应该是手机吧？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呢、欸。手机相机问题。嗯，我是 i 7 Plus， 他是 i 10 i X Ten 啊。哼，哎，干什么？哎。不行，很重哎、欸！哪有啊？再就多加一体重，多加一公斤哎、欸！才不会嘞！那你弄嘛？我刚刚弄啊。Hello， 高九沃沙羊，谢谢你接受我们 Podcast。沙茶 ，Hello 晴天 ，Hello Full Heads，Hello 双燕晨风，八卦海涵，史蒂夫迷你。就是在外面直播跟这里直播是有好处跟坏处的。这里好处可能是非常的舒服，还有音乐可以放。QK， 先引舞奶奶下路。直播的话就网络比较稳。晚安，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直播。好的，我要来一边化妆一边直播。你是超级薪水小偷。没有，我就没有化完好，而且我的眉毛只有一半。我先画眉毛好了。我眉毛高觉，高觉都要先画眉毛。短横的这样子。眉毛就会少一截。哎、欸，不是，大家，我本来是有眉毛的，只是因为我修眉，就是第一次修眉毛，修的有点出了一点意外，我后面就没有眉毛。他们在梳眉毛，然后就不小心拿到刀子那一面。对，而且我本来素颜的时候也有眉毛，但是是因为我眉毛真的长得太长，然后它往后面去顺、嗯，所以看起来就有眉毛。Hello， 清水秀功夫 Hello, 阿龟草莓酱洛克有西西罗志宏坤坤杰克天真意大利面季风亮陈超饱季侯季侯念峰很酷哎，这是南瓜口味。小叶雨燕世豪天中有安。去火锅店我就不会想要把南瓜加进去锅子里面、嗯，可是我点的南瓜南瓜什么海鲜。鱼圆香阿神阿元杨雄想念萧什么什么我好黑杨什么你点的什么杨玉
起司洋芋，对，超浓的超好吃洋芋培根意大利面。大家晚安。对，要中秋节，大家晚安，要开学了。其实我没有很想过中秋节，爸爸手机是曾爷爷机，为什么不想？因为过完就要开学了，所以不想过中秋节。半梅，我现在是半梅仔。中秋节目前我知道我两颗烤肉要去。Hello， 任我行天使翅。Hello， 芋头。Hello， 有哥。实在是没有很想烤肉。Hello， 不要就要开学。Hello， 李真是资源小又。太久没开学了。我还设了三个提醒。什么？说我要烤肉了。当然觉得可以烤很多次。好开心。当然觉得胖子。没有，我现在是一半的眉毛。你那场晚安的，快乐冬毛。谢谢冬毛的看好你哦，谢谢飞鸿的香。我现在也发现，就是我固体南瓜以外都可以接受。可是我就它就是太长了，所以要修啊。我有一个很会做甜点的同学，就是组织，然后他也是做一个塔，好吃。就是他需要及时拿出来吃，不然他就会整个软流出，里面的酱就会直接流出来。没有，然后那个塔是南瓜塔，那里面是乳酪。然后要冰冰箱这样子，然后里面很多炸鸡，才没有要请你蔬果的东西。在那边，我不知道他做的，我不知道他实际他要做的什么东西。可是 Hello, 他做的很好吃， Hello, 但我不知道他是南瓜，是他整个就是南瓜色，我以为他是起司，然后还有一些葵花籽在上面，想说就是吃起来就觉得哦，好好吃，好好吃哦。上课是巴拿大力水，是不是很不喜欢的南瓜。哎，你的口红在哪里？哈流，我的包包。超远的啦，那我要扣。你伸手就拿到啦。太远了。谢司机的一封信，还有行李箱，谢浪客的带你去流浪。谢司机的幸运四叶草。Hello OK 北野夜快。Hello Dark。应该是这边的光很暗，还是你要用你的镜子？我有镜子吗？对啊。还是我穿，因为我穿黑衣服。不可能吧？我觉得我好糊哦，好模糊哦。大家，我很不会画眉毛，请不要骂我。你们应该也看不懂哎。不知道。Hello。对啊，我最近痘痘超多，救命哦！这里也有，怎么办？打个光。啊，他超麻烦的。看有好多东西在镜子上面。OK 吧。赶快断宅男，因为大家都想找我们。OK。Hello， 暗红，晚安。晚安，暗红。对呀、啊，要不要买？赞，谢谢李真，谢谢四季，好酷啊、哦！粉红特别版，哎、欸，很漂亮哎、欸。这里真的，我昨天记得我今天要讲什么东西。Hello Jim，Hello 六星，好像跟 Uni 有关，就像上次这样在聊什么 Uni Uni 的。谢谢四季的香品，香品。然后是吗？香品可能吧。谢谢 QQ 男子送了一封信。我想一下，什么意思？有关吗？什么意思？就是最想跳 Uni 跟最想看别人跳 Uni 跟 Natural 演的。这里是这边，很自然。まだ化粧してないです。ソピン。Hello， 安茶嘎拉嘎。就很聊这个，就是上次聊，对啊，菠萝才在聊这个，就聊到最近，只要聊到就会。应该是没睡好。怎么讲 ？Hello， 晴天。Hello， 阿平。爱聊。谢四季的流浪，还有香。算是有共同话题啊。玉超笑笑估计 ，Hello。每次柏林来对啊，柏林记得我的声，对不起。对，柏林昨天在。开心啊 ！Hello， 谁看？他是直播都在讲吗？还是？对啊。哦，他记得刚刚觉得生日哎。才没有骗。是不是因为是哦香片？办生日会的。香片，香片，香片，香片。Hello 七二四七，谢谢司机送我带你去流浪，粉色特别白。谢谢枫叶，谢谢看看看你哦。Hello 阿米强，生冰冷，汪汪汪。我们几个的共同话题就是公司啊，就会就是 AKB 啊。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话题。对，所以我们只要
跟公司啊，跟 AKB 有关的话题都可以聊很久。爱恋巧克力 ，Spinna Life 瓦基。哎，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去看，就是前辈一些的综艺公演，以前很泛的时候，很多公演都会去看，就是说他们跳舞表演的影片。哦，现在还好，经常看。偷偷啊，然后最近又开始常看。其实我也没有到老粉，我很晚才开始犯 AKB 啊，我国中才开始犯欸，小岛洋菜毕业之后才开始犯 AKB， 超晚。我也是快乐的按钮在外面。为什么是香胖？好酷哦，我有点胖。香槟欸。对，越来越喜欢叫高仁哲胖子，因为他最近都不会反驳了，他就说对了，我就胖这样。我就很胖啊。最近是真的胖，没有在比谁的饭龄吗？没有哎、欸，没有特别在意，就没有什么，就可能会讨论到是哎、欸，我是因为什么开始犯的，但不会讨论到就是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究竟这个可乐盘会不会用到我？有机会，有机会。而且我通常都在看综艺节目，就是 AK Bingo。可是他已经参加边缘了，他是。很不熟，其他什么单曲啊什么的，就是不会用的，就是不会用。第几单是什么？猜拳单是什么？哪些是总选单？哪些是什么什么单？这样子，顶多腮红吧，腮红可以用很久这样。Hello， 戴戴，你范龄多少？君彦肯尼 ，I don't know。Hello Anna B C L，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 K B？ 马吉斯卡多久了？刚开始吗？我怎么知道？马吉斯卡多久了？谢飞鸿的一封信，就小学几年级之类的。Hello， 国中、小学还是高中？好像是小学，好像我不确定，我忘记了。如果你有去台演的话，那应该就是国中以前。对啊。蓝色TT，我知道啊，也有想去，但是没有去。剩多少？我要给你看吗？超脏，就是这个已经没了。有这种可能哦、喔。然后这些就是我们饭圈里面有人就是，然后这个就是完全不会用，就是这个就是现在是当腮红在刷，就是见证几就是几十几年的那个历史的这种人吗？我们饭圈有就是从他们一呆以前就开始犯这样子的人吗？不可能吧，这么猛。我们饭圈吗？嗯，啊，我觉得没有哎、欸，超猛，就是要最那七个人哎、欸，啊，是吧？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一开始不就那七个粉丝吗？哦，对啊，应该就是那七个人了吧？哦，他们不就出了？嗯，对啊，是没？是啊，不是吗？那一单呢，就是有出到单曲的一单。对啊 ，Hello 威廉燕。哎，马路区站是2010，所以是你十岁的时候，好好算的，我们超好算的啦。对啊，十岁，9岁，九岁的时候，好早、哦，有这么小吗？九岁小贩呢，好恐怖哦。而且九岁在看人家打架，对啊，九岁看人家打架哦。可是我也是蛮不屈加入坑的、啊，要是我是国二差不多吧，中二的年纪、哦，不止七人哦，好吧，那七人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一次公演的时候，第一次公演，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吗？不可能吧，完全忘混乱了，哦，是吗？我忘记了，一般不止七人的、啊，还看人家用筷子擦鼻孔，哦、对啊，好痛好痛哦，筷子是铅笔。是谁擦的啊？林奈啊！哦，疯子！我的推，然后呢？不愧是你的推，只有七个观众。Hello， 哈里 ，Hello， 玄阳。出来了，机会的顺序五单 MV 期待啊！机会顺序有 MV 哦，有啊，待会出来了。我看一下，什么？还是他是说五单的 MV？我的 MV 出来了、哦，还没啦、啊。什么意思？所以，耶、yeah. ，
ni wa donna hanashi e mo e ke bi poten no senpai ta ni hanashi jamae yo soru ga shi yo soru ba bai ne na wa ikena chashi omo niange ke shi yo jihoi zun shi de ren no omo tomo de zeo shiting to buzudao hon kaishin o我吓死了我！老师这一零太突然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那实在是太久没有跳机会顺序了。也是框框，这个也是用不到。我只记得我第一段第二次副歌在二周年的时候才两个蛮好看的，就是那时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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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我们在第一排，然后把它坐到最后一排，然后从中间冲对，从往右往后退，然后这样子斜退，你真的要冲冲最斜后面这样子。那还会被小太美玲挡住这样。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啊？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啊、第二次副歌，进第二次副歌是哪一首？机会顺序，二周年的时候。是啊。哦，我忘记了。你离我超远，你不会知道。Hello， 我们两个都有进。进哦。哎，你们都有哈利波特吗？ねえ、なんで毎日毎日 STU ホテルの公園に行くじゃん。毎日毎日。なお超飞的。カズト行ったじゃん。ハリー・ポッター这个游戏的非常大。すごい。ハロー小易。我就觉得很欧。没。那个、啊、哈利波特。耶。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我可是有机会的顺序哦。我也有啊。我可是六号哦，哎、欸、是吗？对，六号哦。我到底是怎么进去？我自己现在我两个是两个学院的，就是据官方。几间内有？官方的，他也好像也不是官方，就是要是有最大的粉丝俱乐部那种。你确定每天每天看一样的东西、欸？哎，我有啦，我真的有做出测验的那种的话是，我是霍夫帕夫，然后他是格莱芬多。然后没有人要来格莱芬多。在游戏，这个游戏是自己选的，自己选的话我选雷文克劳，然后刚刚还是选格莱芬多，因为这个游戏里面他一开始会让分内帽帮你戴帽子，然后讲说你是什么学院，他都会讲护帕夫，因为护帕夫没有人选。P D P は毎日生放送がある，生放送，ライブ放送がある，来。喇嘛吼说是什么？有这种讲法吗？我是雷文克劳的，我好。你是雷文？为什么大家都是雷文克劳？因为好看。格莱芬多也不错啊。格莱芬多腻了。史莱哲林也不错啊。史莱哲林是反派。我要不要去史莱哲林？你去啊，感觉蛮适合的。你是绿色的。嗯，史莱哲林真的很好看，史莱哲林的衣服跟围巾都超好看。我也觉得我的形象很雷文克劳。就是小时候我朋友看哈利波特的时候，然后好像有亲戚去日本的哈利波特那个展，那个什么是环球影城还是迪士尼，环球影城有那个哈利波特的展，然后就带了那种小耳机塞小吊饰，然后就嘿买了一个雷文克劳给我。Hello 你哥晚安红，谢谢哈，谢谢就是那种感觉冷静的枫叶。 Hello 九蛋读书读书读书那种合法来当室友哦，大家都在雷文克劳，傻眼。七七也是雷文克劳，两手脑粉。七七也是雷文克劳，然后七七要我当他， Can、我要当七七室友。应该起那瘾啦。七七超闹，七七前天玩，然后昨天就氪金了。对啊，很夸张哎。太跟我说，七七是大人的。我昨天有见到他，他就说。我前天才玩，我昨天就氪金了。等一下，他有已读我的好友 ID，、哦、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没办法开，我没办法开游戏，因为游戏在这。Hello， 好意。而且我有测验出来，喜欢做研究就选。你喜欢研究、啊？我不喜欢的、啊。他啦，他糟了，不爱当孤傲的天才。我会想要分类帽说。分内貌说你是雷文克劳，哎、欸，我超多人都是霍夫帕夫啊。对啊，超多人，我以为他预设是霍夫帕夫、欸。我还有朋友是，就是说他，因为分内貌叫他去。他来了，波丽莎，来给我，波丽莎，好可爱啊、喔！给我。我昨天看的那，超可爱的。对，我今天看的那个什么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我现在从此转推玻璃兽，真的，玻璃兽好可爱、喔，超可爱。我好喜欢纽特哦、喔，我才好。那你把你的纽特卡给我，拜托。不要，纽特超好用的啦。我就是用很多招，我是召唤系的啊。我现在是那个风女，风女人。你是咒符那个什么咒文咒语？对，我是不好的咒语师。哎、欸，他抽到两张死咒，然后扯。没有，我抽到死咒跟虐虐 咒，超扯的。他根本是反派角，他是伏地魔本人。我根本不应该去的格莱芬多。你根本就死在这里，然后还要就是那个回想是伏地魔这样子。对啊，我就想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欸、谢谢你们送了超多超多超多枫叶。感谢，是不是最近大家都在玩？可我觉得以真实现在生活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霍夫帕夫。我也觉得，大家都是善良的人。对，太多了，可可男子，超多枫叶，200多枫叶。艾勒里根，紫纽特回响，紫纽特回响是什么？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回响都蓝色的、啊，它在上面是紫色的。为什么？我们很晚才开始玩，我们前天才开始玩，还是大前天？我找你一天，欸、我大前天，你大大前天，哇，你真好棒、哦！你看着你送快300枫叶，300了耶，超夸张。悪いのか？あ、私充電しなきゃ。我跟我朋友说，那个他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被排到霍夫帕夫了，他说他就骂了，哈喽也，哈喽还删游戏重玩。等一下，我也送超竞技高级。要打算那个高级、欸，我超生气耶！就是我每次打那个，他不是我只打到了四星哎，他不是有复制成双吗？嗯，我每次打两场就输一场。我现在也打不赢了，我跟你打之后我也打不赢了。我段位超高了，然后对你太高了，可是我卡超大，我不知道怎么塞上去了，然后对，那我刚同学加我，然后他什么17连胜，然后哇，大佬带我飞。带我，我们打三人好不好？可是我适合打双人，因为我自己不会配卡，可是我可以丢一只怪兽让你辅助，辅助，我是辅助。还有陈云落叶，谢谢居然只送了400个，快400个枫叶。我觉得是玻璃朋友。啊，我想要跟不笑熊玩，不笑熊好可爱、哦。有中奖多丢一点，谢谢。他是怎样？你中奖之后他就会给你很多浪花，是不是？哎、欸，超夸张，刚刚觉得超夸张，你看。嗯，太多了啦，它又飞的哎、欸！是啊 ，Hello Sky， 我现在可爱，玻璃兽可爱到我桌布都换玻璃兽了，给大家看我。我也只有一个四星啊，好像是独角兽，它不是一个一个慢慢打上去嘛，所以我就只有一个。这里玻璃兽在这里看到了吗？就觉得一个一个慢慢打上去很麻烦嘛，而且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了吗？我9点还没有办法参加社团活动。对，所以我有一个每日任务是什么？参与一次社团活动，我爹立刻刷新，我立刻刷新。他是只有9点才有吗？还是对，好像统一也有，统一是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看那个最佳拍档。就是他们不是会有一张卡，然后一上一下，上半部是一个活动，然后下半部都是最佳拍档，然后就这次是雷文克劳赢了，这次是史莱哲林赢了，这样子。开心打到前百名，谢喽！我们打不赢哦，顾虑一下我们好吗？拜托。40个抽卡是保底一张传说卡，就最高级金卡这样子。然后我抽了32抽，把倾家荡产游戏里面的倾家荡产，然后去那些抽卡，我抽了32抽才抽到，都快抽到保底了，你可恶。霍夫帕夫从伺服器开服到现在都没有拿过学员杯。对，哎、欸，可是他们没有一直垫底啊。什么意思？不是有比赛吗？对啊，他们不一定都最后一个，但都不会是第一名、啊。但都不会是第一名。梅文克劳也很少第一名啊。克莱芬多有拿过最后一名。有。他原差你的一元毛巾，没事的，这个是没事的。感觉刚绝对会去霍夫帕夫啊，本性乐观。可是我去官网测的是，对，他是格莱芬多，所以我就选了格莱芬多。Hello，Hello， 很模糊，什么意思？很模糊。Yep。
了我保洁。Hello。杨雄说他四十才做保洁。你不是最烂的啦。可是你不错，你还有、他在四十前出了两张金卡。对，可是都是看起来很没有用过的金卡，烂金卡。一个龙蛋，然后还有另一只龙，一只蓝色的龙，蓝色的龙。你的蓝色龙应该还有有点用吧？它有用，它会一直在你头上飞来飞去，很烦。结果是干扰自己吗？我的玻璃兽，我以为是直播很模糊。中午的比较多。我成了超多玻璃兽的。今天考试雷文第一。是啊、哦。他们说的。哪里？应该被法法暴打过一次。你们应该都暴打过我们一次。我就是狂丢一堆召唤兽过去的那种男人。大家遇到我们，请手下留情，拜托。如果遇到我们两个的话，请手下留情。我应该很好认对我们两个蛮好认的，就看到两个人打，然后就是这样、这样的名字的话，就是我们。不要怀疑，怎样？哎、先生，尊重，好可爱哦、喔，是不是很可爱？有人说龙蛋很强啦、遇到召唤。对不对？遇到召唤的胜率都不到五成，我就是不是召唤的，他就是召唤的爆炸，每次都被他们召唤兽杀死，我要疯掉。好可爱、啊。Hello。对，我也不会用。Niflo 可以干嘛？我觉得他好废，哥好可爱，我一定会放他。谁？那个玻璃兽啊。他不是回魔吗？他就会在那边一直爬来爬去，超可爱的。吃土。他才没有吃土。耶，哈利做个 pump cake， 我们不用封耶。棒。可爱到我说不结很玻璃。龙蛋超烦，之后换两颗龙蛋就超强。你要不要用一下？对，分钟加十分，我还没有把它放在卡夹里面过。你要不要试试？再研究一下，然后把它放。格莱芬多，如果照那个游戏里面设定的话，我会很喜欢格莱芬多。但是，好海蒂 ，no。但是他因为主角他们都格莱芬多，就已经看腻了，就不想要选格莱芬多。就没办法在宿舍啊，要钱呢。他说在宿舍更可爱。我就没有钱。我们是无氪玩家，不要这样子。我拜托他以后还要放召唤兽补血。拜托他以后可以用那个宝石买。对，你要放补血剂啦。我没有半个补血剂你说那个什么白什么白仙意义之类的，听起来像什么皮肤病？但很像牛奶不觉得吗？Hello, Maple. Hello, 谢哈柳的行李箱且有个白血，然后像皮肤病的一种，才不是。我现在默默的画完，然后我下班又要写点。啊，好吧，看一下天空天花板吧。什么了？对呀，白血。Hello, 徐阿北，还有复原。啊，我真的很不会配卡、我真的很需要。我也很不会。可以教我一下，大家可以教我吗？反正我一定会放的，就是那个三本怪兽书，然后那个放大翼，就是膨胀剂。然后跟那个什么 ，Troy， 那个什么怪兽三怪哦、喔。三怪，三怪挺好的，我觉得其实。有但三怪好。哪里有虫？容易挂掉。很容易出现，大家都有。他一开始就送了。哦，对，他是稀有卡，他不是什么紫卡。开心有配，好谢谢开心。有三本书就用贝拉点他，可是贝拉很那个，贝拉很后期才会强起来的卡。然后我现在是用纽特，因为纽特的是他干嘛？顾着看直播被围殴。加油，打爆对方！谢谢新鲜柠檬。纽特是召唤四只卡子 Hello, 之后，他会免费送你一张一点消耗一点体力的怪兽。Hello， 小羊。像是那个冲过去的那个很好用的那个书吗？不是，一个他召唤一个半透明的东西，然后变大，然后轰冲过去。那个我等级很高，八级吧，好像。什么东西？我现在，然后我有蓝色的满级的史内普，
我好像有不少金卡、欸、其实。对，你有不少金卡，是。但是不会用。你有那个吗？妙丽。妙丽金卡。妙丽金卡。角色卡，但它是蓝色的。哦。回响。我刚刚抽到哈利波特的金卡。使命咒、虐虐咒，然后那个蛋，然后忘记了。你是伏地魔。对，我很多伏地魔。用几次召唤流，但有用吧？真的，而且召唤流就是你一心急，然后就会不知道该乱放卡。可是我不会用啊，就是其实我的账号很棒，嗯，就是不会被卡。但是我没有朋友，没关系吧？我没有朋友，而且伯承你看这个没有朋友的问题，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对啊，白仙必备哎、欸，白仙很重要哎、欸。Hello， 小 MM。我觉得我之后会放哈利波特，然后他就会帮我们挡那个大护盾。对啊。哎、欸，我想一下，好想要朋友。就是像那个有一个绿仙吗？绿仙很好玩，很常被用到。还有那三只猫，对、哦，那个黑猫跟绿仙超烦的。就是他们就会一直黏着你，还有那个蜘蛛明明很弱，可是就很不知道该不该放，就是你不知道怎么配备。我很多动物卡，有很多很一只很强很大只，跟小蜘蛛，还有火螃蟹，然后传说哈利是伙伴，我没有传说哈利的，就不知道怎么配啊。传说，那之前玩过一阵子自爆流。等一下，就是放一个什么小蜘蛛啊、绿仙啊，然后头上放炸弹这样子。不是，我没有，我的游戏没有朋友，大家都是不同世界的。Hello， 有护盾好烦，被茶壶那个两脚蛇玩死，清不掉，什么意思？那个茶壶两脚蛇是稀有卡，我有，但是哦，我还有那个蝎子，哦，就十二级那个，对。那个很好用，它可以变会讲，对、啊，你移动到最后可以用零放出来，所以就还好，还不错，还行。我已经不太玩那个游戏了。他们都爬得好慢哦。大佬太多，我真的不会配卡，然后官方就是他有自动帮你配卡，又配得很烂。在蛋客前期虐菜好用。Hello Sola，Hello 大家 ，Hello 阿华。放在后排，然后清不掉，一直被炸。你说对啊，蛮多人玩的，要不要玩？对手放护盾，然后又放那个茶壶两脚蛇，是不是？哎、欸，真的好神奇哦！就是我的通常都是咒语，嗯，我的卡都是咒语卡，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召唤流，对，好爽啊！然后我就打不到他们，我觉得很爽，就很生气，我都打不到，还好我有一些是可以直接指定地点，或者是他会反弹的，嗯。才打得到，但只打得到一下，就很没用，很生气。我觉得那个什么哈利波封面是哈利波特，然后会补血，他会让你忘掉两张咒语的那张，那张蛮好用的。如果对手刚好要放大，然后卡被刚好被你清掉，会很爽。可以上排名的牌子，但我不会用。我们需要你们指导。说啦，我真的需要各位指导、欸。不错吧？阿尔法也不错啊。教练们，请带我。我画完了。可我贝拉的回响，我才一而已，蛮烂的。咒语又不会输召唤，就是一直被挡住。我昨天打了 N 场决斗，超多只。不管是双人或单人，我都打了 N 场，然后我没有拿到半张复制成装，我都是玩两场输一场，超不爽的。每次你二连胜之后要打的时候，对手就什么十四连胜什么鬼的那种人。太棒了！你这好哦，我还有一张金卡是什么未来的什么鬼，就是召唤一个自己，未来的自己一起打。指导问开心啊，零传说卡上打上排名，然后呢？太扯了，放弃了。我觉得我是排名太高，了月下没有三不是阿尔法吗？什么、欸、是吗？谢玉超的一封信，遇到三点四就输了，可以大招。不是前两场都超好打，哦、然后
最后一层就是第三层，想炫耀还炫错，突然出现那个什么十几颜色、七颜色、八颜色，我有什么啊？我到底有什么？不想要重。你现在不想去角斗社，我就是自己去玩自己的东西，像是去上课啊，或者去森林里面之类的。可以帮我抓一个线过来，好远呢、欸，拜托。Please。因为很神奇，我同学是个十几年生的同学。哇哇 ，Hello 思涵、朱里恩 ，Hello Ricky。哎呦！大家你们记得他吗？谢谢，放的。我那十几年是同学才银牌、欸、超扯的，没礼貌，黑琪琪、欸、我家在后面，奇怪的视角，黑琪琪 Hello 姚 Hello 依依，谢谢朱里恩的导药处，谢导药处，导药 Hello 新人店长ガイドニャン服が似合わない、昨天占卜画图，哎、欸，占卜真的很好玩呢、欸，哎、欸，好好玩啊，我还想玩。他什么时候才有？我们就是在直播。我是说占卜学。而且我也很想直播边玩手机啊，可是我这里面只有激斗峡谷，而且我还要连这个网络，所以它爆掉。那个就是你画我猜，简单超简单版，对，极简版。根本超级刚耍白痴，跟对面同时放天后卡最红，蛮酷的、啊。天后卡、欸，天后卡好好用哦，天后卡也好烦、哦。我觉得有一个云在你头上飘，那个超级烦，就是那个啊。哦，我以为有别的，不就是那个吗？我有一个传说的天，传说的，然后就会一直闪电，雷鸟的那个，雷鸟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嗯、纽特那个电影。他不是最后要放走一只很大只的那个鸟，嗯、就是那只。嗨、啊，董事长说开放游戏直播、啊，我也不知道，拜托快点。接一个代言，好想要，可是开了游戏直播，我们会被骂爆。为什么？因为玩的烂。游戏直播又不一定是要就是带领大家要用这个什么这样的卡牌打很强啊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走个休闲的，看我们的反应的直播吧。我只有内部妙力。什么？你说卡吗？回响卡。哦，回响、欸。我是、哦、伙伴卡。是。什么？回响的话，我是海格。然后内部是内部，然后那个谁，刚说的谁？纽特。然后哈利波特的话蛮好用，它是三以下的咒语卡。攻击力还是什么数值？好啦，等一下啦，先跟你们说回响嘛。看脸就回响卡就是我的回响卡是谁啊？妙丽内部那个小杂宝。贝拉。哈利。多比。刚你觉得最会学的，我发现他最会学的一个声音就是多比。多比，超烦！我只要回想抽到多比，他就在旁边。只要我们去禁忌森林，然后有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多比。Hello 四季，你是多比耶、欸、！Hello 谢四季的和你一起。多比的袜子，很棒。多比 is free。要注意讲这句话。多比去打扫。No， 滚、欸、出去！伙伴卡我有，我有谁啊？那个补血的孩子。哦，我说那个书呆子。对，然后我马粪，我抽到马粪了，超扯的啊，超混蛋的，在张爸爸睡觉的时候。然后哎、欸，我他抽到马粪，我们打双人的话，他只要抽到马粪，然后三个人走出去，然后立刻就放那个放大音，超可怕的。然后再把三怪跟那个有一个怪物的角色卡，嗯，跟三怪很像，只是他一冲过去就坐在那边那个废物。那个谁啊，海格的弟弟。对，
他是海哥弟弟哦，还是谁的弟弟？跟海哥有关，但是我真的忘记他是什么鬼。对啊，对，然后他们几个同时放放大卡，超恐怖。Hello 艾文林果，最好再加上本书。Hello 塔瓦阿圭。晚安的，放大马粪就觉得很爽啊！三个人走过去就想放大他。Hello 人好。伙伴，伙伴我也有妙力，根本就不能游戏直播。伙伴我也有妙力，伙伴卡吗？嗯，我有什么、啊？我有，我好少，我有那个，我还有那个史莱哲林那个女那个。啊、我也有，那个应该送的吧？那是送的，对，那是送的。然后我还有那个两兄弟，对，两兄弟也蛮好用的。呱啦。哇啦！你快死的时候遇到那两兄弟根本就不用玩，就可以放在那边不用玩了。玩去玩，林果去玩，跟我当室友。可以组队，那你的放大卡让你的幼龙飞快。幼龙是那个蛋吗？九级的那个蛋吗？因为好多龙哦、喔。你连数字都记得吗？你好厉害哦、喔。不是啊，因为传说卡一出来就九级啊。哦，是吗？对。是一颗龙蛋还是蓝色的龙 ？Hello， 安德。蓝色的一条细细的龙传说卡还是？谢谢亚麻路。紫色的卡。香片，香片。白色的蓝色的龙或白色的龙吗？白色的龙是谁？幼龙攻击力超高，但飞到之前就被打下来了。哦。我不知道。所以需要血厚一点的，飞快一点这样子。我要来看。那里面没有。没有，我要用找。好可爱哟、喔，玻璃兽，好想要玻璃兽、喔。玻璃兽好可爱、喔。宰完我的怕不够 ，OK 吧？宰它。我这边存了十几张玻璃兽的图，太夸张。超可爱的。我看完了那个什么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谁的罪行这样子，第二集，我觉得它更新了我对哈利波特全剧的推。的列表，玻璃兽直接直冲第一，好想养一只玻璃兽、哦。魔力要六的乐色龙，魔力要六是纸卡还是传说卡、啊？应该是传说卡。但卡牌都没有出现什么推荐，蛮烂的。格林戴华，所以他跟那个邓布利多是 CP 哎、欸，难怪他们的 CP 图这么多。扣什么？730不贵一个毛啊，超贵的。哦，白色是彩眼幼龙，我看彩眼幼龙，我有这张吗？我不知道。Hello Jerry Catch， 对，怪兽与格林戴华的。很厚，我不喜欢，我没有很喜欢，太厚了。它真的两包好好看的、哦，好喜欢看《哈利波特》，好喜欢《哈利波特》系列哦。我怎么这么晚才接触到这么好看的小说的东西呀、啊？没什么钱，再被玻璃兽偷走就不用吃饭。对啊，我们可以多换成纸钞啊，它不会闪闪亮亮的。可是你有很多。零钱，Hello， 鼓掌鼓掌喂，或是信用卡，他应该对信用卡没有兴趣吧？欸、不提款卡。可是我的拉链可能就被直接打不开，我还把拉链闪亮闪亮的，他还把拉链拔走。我第一次看是有这张哎，前阵子在什么有那个死神的生物的交响的那一阵，我好像有这张，好像、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看《哈利波特》的、啊？三月五月吗？忘记三月吧。五月疫情。三六，今年，今年初不敢吃一家不行。Hello， 朱莉。信用卡还是一副很值得偷的样子、啊。Hello， 路人。不是啊 ，Hello。玻璃兽是喜欢那个，他不是喜欢钱，他是喜欢闪闪亮亮的东西。所以，叮叮。所以珠宝店的那个金币那种会很爱偷零钱，或者就是首饰类的东西。可是他连那个电灯的那个拉，那吊灯的那个小吊环都会偷，所以应该是只偷闪亮，但不一定值钱的东西。我有这个，这个好用，超麻烦，自己又觉得很脆，可是对手又觉得他怎么那么难打、啊？对，那真的是蛮晚的，对，真的是蛮晚的。
我要东西可以架我的手机。我好像把手机放倒。那你呢？アニメ。これはハリーポッターの。ハリーポッター。ゲームです。ゲームですよ。遊ぶ。遊べな。我记得的话，很小时候有看过一点点，但是遊ぼ没有看太多，因为觉得半兽人超恐怖的。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有那种很精装版的 CD， 就那个 CD 盒打开，还有那个地图啊、画面啊什么的，还很炫光这样子。超难的卡索迪斯。Hello 卡。我记得很太久了。我要去拿冰块，大家求托马特。笑死，信用卡上面的晶片也是亮的，他直接把晶片抠走这样子，他整张卡直接作废。哇，还不杀死他？就是把他，我会把他放出去，然后身上装个什么什么？世界会大乱。那个什么叫什么晶片？魔戒，我应该可以重看。我妈重看好多次，但我都没有跟。我小时候就知道那个精灵长，我就知道有一个。魔戒里面有一个精灵长得很帅，小时候的印象，所以我对精灵就从小就很喜欢精灵啊，什么什么鬼的东西，我不需要。我拿了，不要，我没有东西可以靠啊，手啊，没有，哼，我回来了，啊，我变黑了，哈利波特比较小朋友看的东西，比较适合儿童观赏，魔戒的话。那个 Hello 父母诶，对，おじさん比较没有适合小朋友。知らないのか？魔戒是故中情少，没有问题。Legolas 超帅的。Legolas 对啊，是谁？那个魔戒里面的精灵啊，那个银白色头发、长发、超帅的那一个。知らないです。查给你看です。哈利波特很血腥，可是他不会画给你看。玛丽与巫，他就会这样喷走，然后很残忍的魔咒，可他就会这样喷走，然后没有画面、啊。可是魔戒长得很恶心、嗯，是那个怪物。是你吗？不是，是那个光很黑呢，这样子。大家要这么黑吗？确定？你看我的画面。还好啊。超黑，我刚才调这样子。那个冰袋好臭。对。这个。还好，超帅的啦 ！Not my vegetable。这样子欸，小时候看的是男神。普通 days。现在看但觉得还好啊，但是以前看真的很帅。对，都到隔壁去。以前我觉得那个精灵王长得超丑的。普通 days。Hello， 但是就那个粗眉毛的那一位精灵长得超丑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好魅力哦。那我妈好像喜欢亚拉冈。哈利波特没有很血腥吧 ？Not my vegetable。魔戒真的是很传奇。蔬菜跟菜不一样。那菜是什么？Not my 野菜。啊，我以前觉得咕噜超恶心的。哇哇，十字架。嘿耶耶哎。Rain 哦。哦、不是我想的那个。哦，日本也会吗？日本也会有吗？艾龙王，应该是艾龙王吧。Type， not my type。不行，我不接受，我要 vegetable 最好，比较好听。不是艾龙王，另外一个。我不管。太空了吧这里。大家，我最近要中分。这个粗眉毛，这个。这样。好亮哦！我みんないろいろ教えてくれて優しい。そうですね。那绝对不喜欢西方人吗？世界の終わり。哦，好像知道哦。不一定啊。但西方人大部分都长得就是壮壮的，很成熟，很成熟的，就还好。还好吧，西方人才有那个仙气的感觉啊。就还好。对，超亮。亮死你！亮瞎你！是没？哎、欸，我这样是蛮好看的，其实我这样是蛮好看的。总觉得他好像在哪里出现过。你看干嘛啦？我这样是蛮好看的。嗯哼。Hello， 黑杰克。啊！不要去社团活动，看我直播。
我都已经在直播，我不能参加社团活动。去社团活动，等一下你们的学校争光。等一下，放心。西方人颜值巅峰时代，应该是。可是我这样子超黑耶，名字很难念，李精灵。我觉得他，我之前觉得他长得很丑，那现在觉得他好帅哦。高露洁滤镜，高露洁。色蓝都一，是没？参加的剧社团活动，我只参加过一次。辛达族精灵欧瑞菲尔的儿子，又称为灰精灵。昨天忘记了，昨天没有，我昨天在忙，昨天也没办法参加。然后小时候最喜欢的角色就是精灵跟甘道夫，甘道夫好可爱哦。老爷爷，边缘人社团每次投票都玩大题。爷爷，哎，我第一次参加社团活动就是舞会、欸。我也是啊，那我超不喜欢玩舞会，就好无聊、哦。我不知道，而且我还玩到第一名，好开心。有人很帅，答题是得分。喜欢有胡子的矮人王，看起来帅。我看，我查一下。你还没在？耶，林果，耶，耶，林果要陪我。Hello， 绿猫抢到兔男平均，男平均我这样是不是很好看？橡木盾吗？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到底要怎么办啊？还是那个矮人王吗？还是真的很壮的那个？我们双排哪一节？我还在五哎、欸，我们双排哪一节啊？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你，我是金色的、啊，金二之类的。我还在五位，我还在银色的，我还在银五。但上不去，魁地奇去当路障啊？什么意思 ？Hello， 他可以选职位是不是 ？Hello， 李健，嗯，魁地奇可以选职位是不是？可以啊、哦，不可能吧？不可能吧？魁地奇我技巧超好，但是我扫把很烂，我是那个最烂扫把。因为我没有手机，没有两千都没有。对，我没有光有两千，因为他是要 FB 才能分享，可是我没有，不行，所以他就不让我分享。魔法觉醒，对，隔墙有 Alpha， 嗨，魁地奇每次玩都超火，整个赛到挡满，魁地奇有超烂哎、欸。还好，因为如果他有些微的差别，你只要这样咻咻这样闪过去，他就算你超高的分数。所以那个粉到底是要干嘛？他会算你的评价 ，A 级这样子、哦、，B 级这样子。但是那个跟比赛结果无关，因为比赛是看分数。哦，就是要投球。对 ，Hello Raven。可是你闪得多，你就越快能拿到球啊，你就不会被耽误到。谁啊？乔麦，说吧，说吧讲，哎、欸，说吧啊，说吧讲噶，乔麦讲，乔麦讲，大家第一次看到，啊，不可能下载要走吧？啊，答题啊，浪泪不是要答题吗？那只有八点有啊，九点没有，嗯。好可爱，不行。Hello， 可嗯，怎么啦？不行，不准走。ごめん。はじめてそばちゃんでそばの感じ感じ。啊！看我直播，快去下载，快去下载。是浪而已啦。不行，快去下载。可以下载，但不可以走。你就可以下载，边下载边跟我们聊天这样子。えらい、えらいのはファファです。什么？ファファ読めた。一载完又没有社团。耶、yeah ，那你晚一点再加社团。反正社团就阿嘟。对啊，张老板加了一个社团，叫做阿都。阿都，开玩笑吗？啊、哦，不行！前面教学还要跑很久，前面教学你可以跳过。其实那个只要 FB 的按钮点下去，画面有跳转，你就前面教学真的分享，不用真的分享。可是我按了，然后它就直接，它就亮了一个白白的东西，然后又回来游戏画面，然后说。复一下载应用程式，就这样。然后我没有任何，我就没有后续了，怎么点就只有
他就回一直回到游戏画面说会下载应用程式这样子，所以就没办法分享。我试过了，真的相信我。而且他有名，前面分享还可以有什么图书馆的那个通行证啊什么的，杨琼送一堆东西，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拿到。你要不要加入格莱芬多？不要，拜托，听从你自己心里的指示吧。Please， 你认为你是个勇敢的人吗？我是，不是？林果一定也是，他都出了艾丽果了。啊？什么意思？艾丽果啊？你不知道艾丽果？穿了爱丽丝的衣服来我手上，爱丽瓜，那也可以阿斯卡班，那也是阿斯卡班吧？那你要进得去哎、欸，他不会直接让你就是卸载游戏？什么？你的头贴很像僵尸，蛮像的。汪同勋，啊，塔利什么？塔利怪妞？哈，不可以，那是塔利，不可以，杨雄不可以哦。塔利什么？那是什么？恐怖分子？哦，组织？哦，等一下，给我等一下。No， 你住在地库，还没下载？玩？可以去玩呢、啊，我们在疯狂的代言呢、欸。但是不可以不来看我的直播。可是九点是社团活动时间，已经排好未来的三个礼拜了。现在要进行社团活动了，然后大家就看到就是在一分钟、两分钟内就不会有人留言了。啊、哦，不可以！我已经在人少了，你不可以走，你不准走。无情工商啊，超无情，自己接业配啊。我也想要社团活动啊。就是很多成员都有玩呢、欸，意想不到的，什么雷吉啊、面面啊，真的。刘雨晴。对啊，刘雨晴啊，刘雨晴哎、欸。欸、他还是他应该要史莱哲林啊，绿色哎、欸，啊我觉得还好哎、欸，他蛮适合雷文克劳的。对啊，但是我想他去史莱哲林，他好适合。你做头顶，你做绿色的。哎、欸，不行啊，我社团在这里，这里。你居然还会怕人少，我笑死。我差一点。谁？林一有玩。对啊，林一是绿色的哦。我不行，是我好想、哦。我以为林一会去格莱芬多哎、欸。我所有选霍夫帕夫的人都是因为他说要去，系统说分配到霍夫帕夫。殊不知那是人太少。对，那是预设。可是你玩游戏的时候，旁边就会一直出现霍夫帕夫上课刷宝、报道什么学校报道这样子。我觉得霍夫帕夫蛮多的啊。有啊，林一是史莱哲林，真的很难念。旁边的是老夫子、斯雅、小云爵啦、小太美玲、小太美玲不可能吧？小太美玲看不懂吧？对啊，小太美玲只会吃鸡，他吃鸡超强。我少女咖啡枪抽到超强的卡、欸，我竟然没有继续玩下去，而且我还很会玩少女咖啡枪。不行，来格莱芬多，没有人要来格莱芬多，格莱芬多无聊哎、欸。来啦！跟你们说，雷文克劳的休息室超好看的，史莱哲林很好看、啊。史莱哲林就看起来是坏人，格萊芬多因为伏地魔的家。啊，蛮像的。赫夫帕夫看起来最温暖了。赫夫帕夫有很多南瓜，很可爱。对，可是看起来就不好吃。魔法师不需要语言。怎么好像大家都雷文？对啊，大家都是雷文。哈利波特不是有很多学系吗？就是哪个？什么黑魔法防御术啊，然后魔法史啊，还是什么的。Hello， 我最想要去上海格的课。Pupcake，Hello， 谢谢。我喜欢生物，然后海格这么可爱。海格超可爱的，然后又，凯奇鹰马又很多生物，好喜欢生物、啊。好想要，完全想要就是完全就想要 news 的职业。来个来分多。现实生活中也是，就想要类似跟动物亲近的职业。哦，还是可以来吧。哪有很多次？忘记哪院交易厅，之前去的时候差点找不到。哎、欸，我每一个学院我都找不到出口，我直接按地图返回。对，我直接按地图回到大楼。想去他们商店街，哎、欸，感觉很酷。想去斜角巷，可斜角巷不是听说很多就是很多坏人坏东西，对，坏东西们，对，好想要去啊、喔，好想去那个什么四分什么九四分之三月台哦、喔，好想去哦、喔。合法想解剖魔物吧？没有，我只想要照顾他们。
想要读他们的习性。是的，我知道可以转。运用这些小魔物，超可爱的。两雄是不会走的，那是夜行象啊，夜行象啦。哪一个夜行象？很多坏人的。对。都停在城堡上空。喝奶油啤酒。这些魔物是不是商店可以买到的？我去过一次，我一定会养一大堆。去过一次环球影城。我去过，我去过，我也去过，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哈利波特。我去的时候是哈利波特，耶、yeah! ，好开心哦，就是很酷哎，就是完全就是你人就在哈利波特那边呢。好想去哦，赞的。我想要带个10万台币去那边花钱，但是没有这么多錢，太多了。好想，都很想去喝奶油啤酒。好想要买个什么東西，感觉就很好喝。哈利波特的什么东西？那边应该有卖奶油啤酒吧？前五分钟有啊，无酒精版这样子。有啊，什么奶油啤酒？你说那边有卖哦、喔？不会有醉汉在那边闹事吗？我觉得不好喝。我那时候才几岁？我那时候才14、15岁。哦，犯法。但他有酒精吗？我忘记了。就是我就是他有学院里面官方设定说有卖无酒精啤酒，但是我不知道影城里面卖的是什么。哈麦哈哦无酒精的 OK 排超久哈哈麦油腻、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哈什么麦油腻 OK 看不懂什么意思。哦，长袍一件要14万啊！哈尼，日币？什么14万？14000啊，白痴！14000，对不起。啊，可是我好想要那个长袍哦。可是你穿不到。对，可是我很想要。品涵不是有穿吗？有啊，超可爱的。就是那一套吗？对啊，他去日本买的。我不知道。Hello， 小红。看一下虾皮上有没有可以卖。我超想要的。但是我会不知道我想要史莱哲林还是格莱芬多，因为史莱哲林真的很好看。但是我买史莱哲林，但是我有点忠于官方给我的答案，所以我会很觉得，我绝对不会买霍布巴夫哎 ，cos 陈巫师，真的假的？哦，我好想要，谢谢。我比较想要那个围巾，那围巾很实用。姜汁汽水。啊！这个汽水感觉随便接，他去便利商店里面都有。大天的牛，嗯 ，Hello 谢尔比 ，Hello 亚麻鲁 ，Uans， 对不起。我们不还是提高，不可以这样子吧？这是个人喜好哎、欸，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这样子。打活动可恶，不可以这样吧？谢谢林果的香片 ，Hello Ultraman，Hello 叔叔，讨厌绿色，我超喜欢绿色。我觉得史莱哲林真的是超级好看，但是，而且我之前也以为我会是史莱哲林，你绝对不会史莱哲林的，你这是通发福，我会被骗。可是我觉得我很适合史莱哲林，你很崇尚权威吗？我会被压下来，你不是一个崇尚权威权威的人、啊，我会被压下来啊，怎么办？我就是马粪旁边的小孩。他没有一无是处，他是善良的人呢、啊。我也是霍夫帕夫的啊，我被测出来是霍夫帕夫啊。可是官方给我的答案是格莱芬多，所以我就有点……我一直觉得我玩游戏有点被肤色绑架。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敢选太白的颜色，然后我的角色就很丑。就是我会觉得说，哦，又要选肤色，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黑，不要选那么白。为什么要这样？我喜欢黑色，我才选黑。可是我长超好看的、啊。可是我觉得游戏角色不好看。可是你用的很白啊。它不是最白的。那你还好啊。就没有看不出来、啊。都不好看。你很烦欸、嗯、就是玩完之后再看，就会觉得哦。你就是白皮肤的人啊。上次有点小东西哦。你在打红吗？你我要来拿点小东西来吃。肤浅，不行。可是我的卡又抽得很好，不然我好想删号。傻眼，等一下，笑
是，然后对不起，我不能跟 Hufflepuff 的人交往，超级不讨喜。谁啊？没有啦，就是没人喜欢。但是我觉得有点耳熟。哇啦一个答 ，Hello， 因为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人。哦，好像要长袍哦，或者是围巾。我觉得围巾，我比较喜欢围巾，围巾比较实用。好想要，好想要围巾啊！可是围巾会选不出，因为绿色真的超好看。对，绿色是，可是我不喜欢死在这里呢。我喜欢，可是你就买、啊。可是我是克莱芬多的。我喜欢伦敦克啊，但是我觉得绿色实在太好看了。啊，我觉得其实赫夫巴夫蛮好看的。没有，我觉得他超还好。好吧，它是黄色跟黑色。花100宝石可以融。为了个肤色吗？Hello， 史努比，围巾比较赞。对，围巾。哦。请问把所有的宝石拿来抽卡是对的吗？我没有啦。请问把所有的宝石拿来抽卡是对的吗？对吧？没有啦，需要被送幸运事业场，可以用到别的东西，像是你想买衣服、买猫头鹰之类的，或者是买扫把，蛮需要的吧？扫把的部分。Hello， 君燕不入流。错，他说错，太酷了吧！你能去转盘哦，可以买商人的，可以买商人。哪里有商人啊？哪里有商人的？的什么药水？哎、欸，我今天用了那个透明药水，因为我是入学的最后一天的那个叫啥的任务。嗯，然后有一个任务是要去四个学院的交易厅，所以就要用隐形药水，好酷哦！我用了直接隐形了30分钟，哎，我很困扰，哎，我就是已经去完那个交易厅，过完任务了，然后已经在跟张佛法去上课，然后还是隐形的，就是结束不是会有那个三个人站好，然后就摆 pose 这样吗？嗯、我们两个直接隐形，在干嘛？我现在就。商人的敌人，走在没礼貌，没礼貌的呢。我游戏里面皮肤是黑的，可是我超好看的。很困扰哎、欸。而且我比较喜欢男生的发型，男生的发型真的是蛮好看的，但是不能当室友。我以为室友可以不同学院呢、欸。对，所以就选了女生。然后就很开心的选了雷文克拉。所以我就还是因为跟角色他想要室友，然后叫我玩，然后就好吧，那我玩一下，然后我就下载，我注册，然后我就因为我怎么选就是不会选格莱芬多 ，Hello， 然后想说啊，我好想选男生，男生的造型比较好看，然后我他还问了我说室友可以是不同性别吗？不行，对，我是女生啊，可是我们的学院不一样，所以还是不能当室友，对。大家，您过来当我的室友啦 ！Hello， 四皇，谢谢的捣药杵。妙妙好像是玩男角，嗯，所以不能当室友。虽然说他是有人克劳的，你有琪琪呀、啊？对。我要看他现在长得多 fancy， 我觉得跟我发型一样哎、欸，还是跟我一样。也就四个而已，而且舞会的时候都会看到女生跟女生站在一起，就看到百合真香，或是一男一女，就蛮好看。然后男男真的超少，祖祖也有玩，我不知道。男生都不要男生跳舞了，是不是？可是我因为我家有啊，我家的工会，我家的社团是阿都社团啊，所以很多，所以很多男男对，超多男男跳舞，超好看的，白痴哦。别闹，杨翔，不要再魁地奇了。女角是蛮好看，但是在当下选的当下就觉得说，可以头发再更短一点嘛，就想要各种造型，造型，因为他造型多，发型只有四个，不管男生女生都四个，可是男生的发型比较适合我。啊，来当我的室友，大家，好想要室友哦。要很多要男生吗？森林有商人可以买它。哦，是啊，我都没有跟他买东西。没啊。森林的商人。嗯。
很多男生都是女教，对对，通常都这样吧。不要，妹妹就是啊，不要啦，哦。哎、欸，有人送帝王证哎、欸，送我啊！哼，走了，等你。刚有显示，里面男生没有肌肉男，互相跳舞还能看。肌肉男跳舞也太可怕了吧！很好看啊，好可怕、啊，很好看哎、欸。猛男秀，对，结果大家都忘记 AKB 有出新手游，但是我还好。真假的？有啊，这个人甚至不知道。说到室友分配之后，觉得室友发型好帅哇！你也是你讲好哎、欸、，Hello 阿吉来 ，Hello 迅迅，迅迅跟我当室友，我没有室友，好想要室友啊！你就去随便加一个人就好了，你们社团找一找就好了。不认识啊，随便啊，反正室友不会聊天，很没有室友的感觉。你就算跟成员当室友，你也不会聊天。至少我知道是谁啊 ！AKBW， Hello， 跟我当室友，做我的室友，可以做你的室友吗？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室友？硬搬进你房间，房里房里，室友会脱黏膜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拜托你们，耶！琪琪，我要去，我要去偷琪琪的魔药。他搞不好没有。哎、欸，等一下，琪琪是不是养玻璃兽？他有氪金呢、欸。啊！我也要，可是我不想去雷文克劳，算了。啊、嗯，还好，谢咯。他们说还好，他们说还好。谢了，超好笑，我要哭了，大家。不可以，我也不要、啊、一开始创角色的时候，因为不小心选了绿色的大炮，所以傻还演绿色大炮也不错啊。没有，我没有室友，我睡相很好吧？这样把睡相，我只是手会往上面而已。但女生家就会这样，对我手会往上举，往上举超舒服的。我知道你们要试试。但是很好笑，但是刚刚觉得眼睛都不会闭起来。樱桃丸之下，你也不会啊！你是永远，你是百分之百，可是你是百分之八十五，你是百分之百，很恐怖的那种。可是你是百分之八十，然后都会被我拍到这样子。我要把你的相簿清空，格式化。闹闹，为什么不能跟法法当室友？因为我们的学院不一样。不是，我们是在说游戏哦，大家哎。欸掉到我的脚了，哪里？这里，这里。不管是学院或性别不同，都不能当室友。对，社团是不是也不行啊？社团是那个啊。对，社团也是分学院的。嗯。跟我当室友啦，拜托。睡觉才不会，不会缺血吗？人好是不打架的，有一个半木仔。人科老师不打架，可是他们如果一直研究的话，他们的法术不就很高强吗？嗯，人科老师如果他们就是一直读书，一直读，一直钻研的话，他们的法术不就很高强？会的呀、啊。妙丽是格莱芬多第一名，他也有不擅长的东西啊。法术跟读书没有什么关联吧？他们可以用一个法术用得很猛的样子啊。大家都可以啊，就比较多啊，他们被分配到什么很聪明的那边去吧？不一定吧，有可能是什么药草学之类的、啊，占卜学。所以就是不是说法术这样施展出来，就是他们的各项领域都会比大家还强吧？因为他们很聪明啊。不一定啊，还是加入。那加入联盟课有会打架的人吗？搞不好有哦，就是又会打架又聪明这样子。我吗？你可能你会断掉。我会断掉。你要打什么？你告诉我。我用召唤兽。你会觉得孔子武力很高吗？不会吧？认真在讲、哦。也是哈。很认真在讲。可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就是钻研出来的那些文字东西，那感觉不是就很厉害？什么意思？底线哈？突然，一个人重玩不要，
我的卡很好，就是卡很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原来大舌头聪明会咒语，但念不好也是用不出魔法。对啊，哦，实际用，对他们还要念，我才知道。粉雷毛搞错了 ，Hello 冠吉耶，跟我当是，哦，不是，是在说游戏啦，游戏的。爸爸，你月射御书数，射是指武艺。孔子其实蛮厉害的哦。哦，孔子是要格莱芬多拿第一耶，耶！格莱芬多加十分，耶！加入格莱芬多，耶！游戏有竞技的点哦，我的吗？我猜有点像研究咒语，可是还是透过魔法师的精神力来施展。还好，所以可能格莱芬多的精神力很强，所以就会打架，所以打不赢。所以像刘克老比较像后勤，然后就是研读出，不要拖，研究出这个武器，新的武器，然后交给格莱芬多向上。还好，我也是那种的、啊，前线的感觉。我也是、就是、这样吗？可能会忘记前线。像我今天就只有上一些些，然后我也是雷队友啊，所以就还好。对，刚觉得超雷。我操！哎、欸，一开始是我带你，可是带只有就是三场，没有。从开始我们一起带就是我来带，哪有啊？才没有。好了一场吧。刚刚觉得在攻击的时候不会闪躲，然后就自己快没血都还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在看对面，我没有在看自己。你要都看呢、啊，一幕眼就才这样子而已。我就一直在看对面啊，我雷不要。没有格莱芬多，我也挂武器也格莱芬多。对啊，就觉得不想选格莱芬多。Hello， 烦。就理论跟务实的差别吧。哦、OK， 大概懂了。耶，得没搞。啊，如果现实生活中的雷文克劳不会很无聊啊？就是一群。就是典型的书呆子，好累哦。可是露娜超可爱的，我角色的话，我首推露娜。然后如果是全剧各个东西首推的话，包括分雷帽啊什么那些魔兽的话，我首推怪玻璃兽，超可爱。等一下，不然你首推谁嘛 ？Newt， 真的假的？他很棒哎，他是雷伦克劳好孩子，他是不是他是霍夫帕夫好孩子？我想着黄色，但是讲了雷文克劳。但他是黄色。对。泡芙，泡芙，好想吃泡芙。他们在树下谈，他跟那个谁丽塔在树下的时候，很像史内普跟那个莉莉。不像啊。好吧。啊！好火、喔。好火、喔。你可以不要特别转过来看我吗？我都已经把我的画面转上去了。跟我当室友，拜托 ，please。七七麻油发发傻熊一加谢了，这会不会太多？好耶！啊，我都打不赢。我是格莱芬，我人是你居然只推花生，马华生，华生好正哦，爱马华生，马华生，我听起来难听，听起来就不好看。我人是格莱芬多，但是我因为刚看完怪兽，就 news 好不会交流宅男那种感觉，对他好不会讲，他跟我一样，他就是头要这样子歪歪的，然后他会这样一眼看又不看，又看又不看的，看人讲话。七月生前买好多包，但是以前中二觉得骑士剁鬼马很帅，这就是他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不记得，我觉得哪有怂啊，魔法使缘分，考试的时候有出现抽不到的。哎、欸，我要查一下哈利波特科目，然后我看你以后研究什么。我手机快没电了，糟了！占卜学，马华生，马华生好正哦、喔。嗯，臭好多哎、欸哦！居然吗？他有必修科目，黑魔法防御术，太多。等一下，
等一下，我需要小小的列表。零挂，一张猫咪的 BC 款也对吧？啊，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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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行？就是昨天的音就被混了。Hello cat， 太难过了吧？哎，那个什么药草学士霍夫帕夫的人呢？芽菜教授，这是院长，就是那个矮矮的丑丑的那个人，精灵。等一下，变形学、黑魔法防御术、符咒学是什么？哈利波特。魔咒是符咒一种，可以赋予新对象新的或者额外的属性，加成属性的魔药学，还是天文学、算命学，应该是占卜吧。然后古代神秘文字、魔法史、药草学、占卜学，买我奇兽视域学、麻瓜研究、秘密的紫兽列张 BC 款。等一下，你自己看一下。好喜欢哈利波特。Hello， 知法犯法。哈利波特魔法学院。什么魔法觉醒啊？魔法觉醒，魔法觉醒，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最近的新游戏，超多人在玩的。刚刚决定选飞行课，体育课啦。飞行吧，我想要飞行。钻研研，你会哪个科目最高分？我应该是奇兽视域学我啦，我会喜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不知道。药草学也不错啊。你吧，不然你去上史内普的课啦。啊，我被他杀死，我被荡光哎、欸！你被轰出教室？对啊，我被轰出去哎、欸！什么什么三步杀，砰砰砰，然后飞出去这样子。耶、yeah! ！好的，三游戏。叶佩还叶佩错，没有错。今年几乎都没看。嗯，啊，制造有魔法效果的混合物的科目，想要正确的制作魔药，必须。混合配料，正确的混合，然后要求找搅拌适当的时机、温度。因为对他的魔药课让大多学生感到不满意，因为他在城堡很灰暗，然后在地牢里面，就是还要就是把他们上课环境在地牢里面上课，然后还要被他骂。可莱芬多扣十分，太黑，不可能吧？那雷文克劳也要扣啊？什么？太黑，这不该扣吧？说不定他觉得你长得像李李不回，他才不会呢。谢谢幻影战士的 pop cake， 太黑扣了。是忘记了。啊？忘记我要查什么算了。修黑魔法科应该前三名会被承担有，你是说肤色吗？黑魔法防御术吗？你要确定哦。不可能吧？嗯，两科我加一百分，对嘛？加一百分呐、啊？为什么？可是你黑耶、欸。所以呢？我黑被扣分呢、欸。刚才是吧？对啊，他就是这样子对待我。我们这里有法法，每天都因为黑被扣分。修黑魔法是不是可以加分？好哎、欸。谢幻影战士的。但我们是要去学黑魔法，还是黑魔法防御术？学黑魔法？不可能吧？没有黑魔法而不能用黑魔法禁忌耶，是吗？是吧？谢谢幻影战士。下一个黑魔法老师就等一下，给我助手，给我修蛋子嘞。我超喜欢露娜，她超可爱的。哪一个？那个、啊，就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空灵。应该是吧，我喜欢那个金毛仔，对，他是金毛的，对，就是他吧。然后很奇怪，对，对，就是他，喜欢。你是黑，但不一定要学，没礼貌，没礼貌，没礼貌。哎，我太湿了吧，冰块那个 ，Pew
beautiful， 它是什么雷？不是。对啊。哦，是吗？对，它是蓝色的。我以为它是黄色的。No no， 你要吵哦，刚刚姐。嗨。我的脚还飞起来了。那我来这边。现在比较喜欢艾薇。艾薇是谁？艾薇是谁？艾薇是灰头发那个。是游戏里面的那个吗？对。Hello Steven， 内部专场就是黑魔法。他是不能用吗？他有用过他的黑魔法吗？麻烦啊！什么？他有用过他的黑魔法吗？就是内部吗？就是正式可以教授这样子。不行啊，黑魔法就不能用。这是我们的系主任。等一下，哦，你系主任很可爱哦，就很丑啊。这样子，嘿，嘿，很丑哎、欸。去番茄，番茄种，嗯，教哈利对黑魔法防御的时候有用过黑魔法哦哦是吗？他什么时候他是有私下教哈利波特吗？把他拖进一个什么地牢之类的？斯内普，哦，好像是不是有特别锻炼过他？嗯，那超凶的。凶屁哦、喔，那时候超成史内普了，超莫名其妙。可是他很棒哎、欸，我哪知道？我没有看过。有，你最后看过啦？那时候还没看过啊，白色、哦。那时候。黑魔法，告诉你们，黑魔法。对，哈利被打得很惨，没有错。你有看过黑魔法吗？有，你有，给你看。哼。Hello， 大家。Hello， 大家，我是高云爵。大家我还在哦，他没有教，这是王一家教我的，我的老师，我的神仙是王一家。嘿，对他做到洗白，我直接哭出来。我哎、欸，那我去看他洗白是去电影院，是去交响院看的，这是最白的，就是那个什么长荣交响吗？然后他们在那个国家音乐厅表演，就帮电影伴奏这样子，对他们。全程帮电影伴奏，超猛的，超酷！果然那总谱就超厚。然后我真的是魔法，就是看了整部电影这样子，超酷。他说：“小心隐喻是做一只魔法。”等一下，史内普一直很想要教黑魔法防御术，但邓布利多只让他教魔药学。哈，地臼是什么东西？哎、欸，我以为史内普有教黑魔法防御术，但是谁在教啊？没有在教吧？他教魔药学，我知道。可是我以为他有教防御黑魔法防御术。哦，他没有吗？因为可能他以前实习的吧。Hello， 阿华梅普。对，人家哈利隐形斗篷，我用黑魔法。我觉得，可是黑魔法我会被看到啊，就一坨黑黑的东西在那边，这样没有隐形的效果哎。地叫，叫，他真的好猛！史内普怎么这么猛啊？媒介动画。第七年的时候有教，每届都换啦。哦，原来如此。才不是我们。路平洛哈布莱克是谁？路，那个、啊、狼人教授吧？是吗？哦、你怎么都记得他？我忘记了，他名字好长、哦。我真的忘记了。还敢打错字啊？那个课的老师都没什么好下场。黑魔法防御是那个吗？那个光头。一开始是，那个是坏人。对。哦，是他啦。是吗？他好像就是路平吧。哦，是没。是吗？我忘了耶，我真的忘了。法法的网路又快挂了，法法在这。看到了吗？肖哦，薇薇你要给我看肖杂布。肖杂布 ，Hello， 小白莲。是那三个咒也是黑魔法。Lumos， 对啊。Lumos 是什么？发光的那个、啊。Lumos， 对啊，这样就会看到一坨黑黑的东西啊，就是没有用啊，我还是需要隐形斗篷，或隐形药水。Hello， 一晨。教过一小段时间。这是轮替的吗？晚安 ，Hello， 庆。查一下录屏是哪一个？
没有，我有调齁。剧情忘了，只记得哈利练一个吉吉护法现身就被打得很惨。安卓的电话那个手电筒，这个。是狼人呢、啊、嗯，他就是录屏。安卓的电话说那个手电筒很亮。Lumas， 他是我唯一记得的咒语，可以最完整发音出来的。教过黑魔法防御术的都出事。为什么？内部也出事啊。陆平也出事啦、啊，真的。嗯 ，so sad。谢庆的一封信。哎、欸，那个风眼在干嘛去？我忘记了。嗯。风眼是教什么的、啊、？Crazy Eye？ 哎、欸，不是风眼的、啊，那是别不变，不是别不变的，就有个独眼的那个。嗯。他是干嘛的？酷家伙。占卜不是，忘了黑魔法防御吗？是吗？忘了，感觉很适合，对吧？法师不一样，这样就算新发型了吗？好哎、欸，我是个莱芬多，正气师哦，我是个莱芬多，他是史莱哲林，史雷，雷文克劳。他是雷文克劳。测验是霍夫帕夫。测验是霍夫帕夫。我的测验是格莱芬多，所以我就选了格莱芬多。大半时间是被假扮的。哦，对，我们两个共用一个聊天室好了。我忘记了。谢庆送了一封信。干。噔噔噔 ，Hello， 黑魔法教授，为什么要撞衣柜？黑魔法很猛哎、欸，可是就不能用啊！虐虐咒，我有虐虐咒， Q, 大家 ，Curti 什么的忘记怎么不会念 ，Wakanda Forever， 哎，他不想理我。这辈子写过的两封信都在今天寄出去哦。哦，写了什么？好哎、欸，写给我们的吗？好哎、欸，耶、yeah! ！哎，哎呦，封眼没有的是假的，真的被关在行李箱里。对，记得是魔法叶佩神仙。瓦干达不是有一个什么死咒是什么瓦干阿卡阿什么的阿克巴利巴布巴布巴，不就很像瓦干达吗？索命咒咒咒虐虐虐咒咒咒咒虐是那个 Cruelty 什么 Cruelty Hello 秋风 Hello 大家哈，差不多吧，听起来耶、yeah! ！内容自填，明信片吗？我们自己填吗？明信片吗？等一下，等一下。对啊，我开到10点，对，10点。连假来复习电影，它超多集的哎、欸，超好看的，可以全程1.5倍速哎、欸，超慢的啦，不太好用。他们讲话超慢的，我觉得。咒咒虐的伤害好像比索命咒还高，我还没用过，我抽到，但我还没有对战过。但是看他的数据是咒咒虐比较高，双打很强。等一下，立刻来试试看。喂，你得打，你这么硬哦。你可以下班了。你可以下班了，下班吗？好，我下班了。好走、哦，蛮好看的。
你都复制到一堆烂东西，我都复制不到。载了一段时间，它还是没好。没事，我也载了蛮久的。Hello， 谁理住我？丛命暴击可以打爆，还蛮好看的、啊。但我刚刚晚了一步，我再早一步的话，就是他打哈欠的样子。那就是嘴巴可以张超大这样子，我是这样。不行啊！我们的魔杖长什么样子？我是什么柚木？我是英国橡木。我原本测出来是月桂木，超强的。忘了。Hello， 李承恩 ，Hello 阿都。测验出来是三橘，三毛橘。第一次被索命打到去了半条线，应该是等。这个角度不错哎、欸，超棒的吧？给我等一下。好看啦，好看。修蛋。就是记自拍照嘛，等一下。自拍照也是可以啊，没关系。要不要跟你我跟你一样用没钱魔杖？哎、啊，就测验做出什么就做出什么、啊。我现在直播是明天呢、欸，我明天一点半要直播，一点半。小米，对，酷吧？我可能还没起床呢。接古墓有人手抽就接古墓吗？那么猛？不可能吧？哎、欸，可是我的测验，我的官方的测验是不是接古墓？不是啊，哎、欸，那我是什么？什么雨木？官方哎、欸，你去看你的账号吗？我怎么知道？好像不是，好吧。对啊，酷吧？选了了格莱芬多，选了啦，差点讲了，还没是云爵哦，好室友，嘿。太近了，太近。手抽外购完毕啊，就立刻可以卖账号。哎，这账号卖一万哦，这样子。我可能我可以醒的，一开始魔杖没插。对，你觉得是明天那什么死人时间、啊，超扯的。我讲错了，为什么 不给其他非洲游戏体验？我不是那个非洲人。我的测验就是格莱芬多啊，格莱芬多。其他红色没有，法法是雷文克劳。我要来下播，然后玩游戏。阿六，跟我当室友。念榜，当我的室友。第十名是 CQMK， 第九名是刘建谷，第八名是阿福，第七名是暗红，第六名是哈六，第五名是令 MJ， 第四名是庆，对啊，我们不能当室友。第三名是知法犯法，第二名是 QK 男子，第一名是世纪。哇 ，QK 男子丢了这么多封印，然后还是世纪还是。因为世纪丢了一个香槟，粉红色东西这样子。香槟，你们是可以跟高恩爵的台看到我玩游戏，也超爽的啦！哈哈，真的决斗射箭好啊，好啊、哦。可是应该要放水、哦，应该等不到双打，因为只能看到我一个人。对，然后我就被打烂，我超烂的。大家看到名字很像的，那就是我们，不要怀疑，不用怀疑。拜拜，拜拜，我是女角。叫法法直接重开，不行，他才不要啊！来个莱芬多嘛！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的香片，下班骑车小心，太大声了！双排名字很像的嘛，就是看到名字很像的，就是我们。那你呢？Hello， 没有啊，不行，格兰芬多，对啊，佛法说关就关，肯定的。耶，格兰芬多第二名是雷文克劳，早上是雷文克劳赢了。真的，要分组。你看，看这个让我打就别打那个哦，为什么？你们魁地奇也有啊，刚刚那边有红色的。我今天没有什么玩决斗社，我现在对决斗社完全没有任何兴趣。输烂呢？对啊，有看到这是琪琪吗？嗯，不知道。你看一下，我怎么看得出来他是谁？他不是有传给那个？他不是，他是不是法服的？那是谁啊？我的角色是马华生，我的伙伴卡有马华生，他的。
的角色是自己啊。学院分数有什么用吗？还没体验到。学院分数就是为学院争光而已。还会送东西。还会送东西。啊，学院会送东西。学院杯。学斗社要白票三张复制卡，就没有办法嘛，就两张，两场就会输一场啊。对啊，他一定都是谁啦？七七不是，他是赫夫帕夫的一种人，荣耀。对啊，成员没有互加，而且我的那个都不一样。他有没有规定角色室友是只能单一性别，只能单一性别？哎呦，我有幼龙哎！你看我的卡，嗯，你去看我的卡。等一下啊。好。格莱芬多真的很猛。我怎么看你的卡？欢迎加入格莱芬多社交，看我。太多好友了吧？你在哪里 ？Hello， 很想力，跟同学院同性别。怎样？这是什么？女周周女，周周女，好，没事，谢谢。雷文学士类较强。可是我们打多啦，我们打多了，现在都打不赢。烟火要怎么用？想写字，烟火要怎么用？我没有用过烟火，放在场中间。放在场中间。哈，想写字哎、欸，烟火哎、欸。什么意思？他是说道具用的烟火。哦，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我们也没有用过。决斗士还可以一起拍。我是说那个啦，个人简介的卡。啥呀？等一下，嘻嘻。什么赫夫帕夫？赫夫帕夫我没有看到第几名哎、欸。波特是格莱芬多，大家都爱格莱芬多。没有，我真的我没有偏爱格莱芬多，我其实比较喜欢史莱哲林，但是因为就是我有去他们官方的测验，然后测出来是格莱芬多，我要怎么配卡、啊，所以我就蛮忠于格莱芬多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办。ID 杨雄啦 ，ID 杨雄。发发有幼龙，我不玩了，真的被打爆。可是我不会放啊，雷文支持我，其他不知道怎么办。绝对看着他，还有这个哎，闪电风暴，好干啊！当我的室友，猜不出来，看不到。学院杯结束后可以放烟火，可以写字，酷。右上角烟火页面就可以。也没可以拒绝啊，烟火写字可以告白成员，等一下，好酷哦，怎么会好酷哦 ？Hello， 风风，雷室友，对我是雷室友本人，我是雷室友本雷，佛法也欧洲人哦，他抽了蛮多，快保底了。哇 ，Hello 自由人，他现在在。你说要放什么？单人吧。嗯。我不知道哎、欸，你可以放这个啊，他不会帮你，他会帮你补血。哪一个？I don't know。波特是干嘛？那个护盾，一次召唤之路那个。Expect Patrol 呢？你要不要把它放第一个？选一下你的鼓励。哎、欸，刚刚法法那只是雷电风暴吧？是吗？对，是。女生在顶楼，法法保底。没有，就是一定会有保底钱、啊。保底钱。好，我还没看完我的卡组长怎样，来走。好嘞，走了。酷啊、哦！女生没有人权，护法咒可能吧。
烧了它是，它那个会反弹哦。这个是好用吗？是啊，它好恶心。龙蛋，哎，是这样子用吗？嗯，是吧？看起来不是，它不是蛋，你没有放蛋。龙蛋就是长一颗蛋一样。不是那个啦，他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喷火喷喷到爆。哦哇哦哇，我想要。它真的喷到爆哎、欸！可是它死了。哎、欸，等一下。不翻的车。你再分分到雷文克了，可以再分。基本上就是自己选的啦。这个游戏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想要的话，你根本就可以自己选。他已经开战了，很认真的那种。这个我不要。啊、哦，它超棒的！你还把它放大是干嘛？啊！你被扣血了啦！你坚持要躲在里面，这是当然的吗？谢谢 A 爸爸 A 爸的导游，傻眼，幻影战士，不行，大家都是葛莱芬多。波特当初对啊，波特也是自己选的，没有，他只是说不要死来这里。我输了，魔法用的魔法都是黑魔法吗？差不多。你穿着自己的圣诞 T 耶，我现在才发现，太慢了，很好看哦。大家有买我圣诞 T 吗？好啊，死了！一样。不好说，太快死了。揍死他！啊！啊！赢了，赢了，赢了！十一滴血！哇，一滴！哈利的后盾是要躲在他后面，但是他刚放了后盾，然后后面又有那个雷云，没有用哦。我现在是什么？火的。七三本怪兽书，然后那个。Hello, Lonely。盾形珠，放大药水，然后火螃蟹，然后玻璃兽，然后那个烟火盒，然后龙白龙，什么彩眼幼龙，然后还有雷云。这张感觉很棒。这张持续输出，但是不知道放什么。拜拜！可是他，我的卡都太久了。哈利护盾防不了法术。好了，他刚刚那个是什么三不杀？雷云真的超烦，雷云在跟到不行。晚安。发发有贝拉回响吗？有。有一张。我也有。很烂。伙伴卡是那个巨人。那个什么平均魔费到 4.5， 平均魔费是什么？4.2。我发现在打单人啊，因为我还没下班。魔费非常高、哦、看你们这样讲感觉哈利很废。哈利没有很废，但是就是总是会有些弱点吧。晚安。贝拉玩三叔很强，你有三叔哎、欸？那玩三我要怎么用？4.2有点高了，要靠伙伴卡，那是什么意思？装好了，云爵一定找不到我叫什么，你是不是就叫这个三眼怪？不行哦，哈利是鲁小卡。比较高好还是低好？对啊，魔费是什么？比较低比较好啊。想不开再来玩。当然是低比较好啊。谢谢伯承的导游。我暂时我都用不到三本书哎、欸，我就不用三本书好了。枫叶，所以那是什么？所以那是什么？就是那个、啊、三本书啊。
不是啊，我说那个魔费，就是这个、啊、魔法消耗啊。什么意思？什么啦？什么意思？就你用这个要消耗多少啊？哦，平均。铁人平均的风。靠朋友的小飞飞，我也是。我也可以用史内普，然后用那个双人的那个召唤未来的自己，那个也不错用，但是差不多太脆了。铁人平均的 Pop K， 生活成本有点高，刚换手机。不是玩游戏不一定要氪金的，亲爱的，我们就没有啊，我们就是无氪玩家，所以就很可怜，没有很可怜啦、啊，普通可怜。破心腹好用吗？史内普普攻很烂，好吧。我很喜欢史内普欸。你就把这三张放哪一个？让他忘记咒语，还是把他往后打的，还是威胁的？忘记咒语就是打出去，他会忘记两张卡这样子。哦。然后，大家觉得呢？大客与情压。不明白什么叫不用氪，太海口了。我要弹琴。彩燕，我等下就压到你，你就会扁掉。对，你就要扁掉。好可爱，扁到我的猫头鹰是那个胖胖小小只的。你换了，我一直都是那只啊。刚才从一个游戏氪金坑，不要氪金，没什么好氪的。妙丽、贝拉、纽特都不错。我有妙丽跟贝拉，他有贝拉跟纽特，但都是蓝卡。Hello 180，小雪怎么念？这怎么念？看不到，小抛，雕，小雪猫头鹰，消，小雪消消，谢谢欢迎战士带我走，什么流派？什么流派？我是咒语派，前阵子是自爆流，我啦，他，你现在是什么召唤流？对，我是咒语流。哎、欸，我几乎满血把他打死了，很棒。开始想氪太快了，他一定是刚开始玩的人。耶，克莱芬多加十分。躺赢派，对，我是躺赢流。耶，谢谢大家，麻烦了大家。看到游戏排名上不去，氪金很快就上去，就会不要氪金。没有穿黑牌，咒语，对吧？可是咒语流只要遇到对面是召唤流的就，所以你要跟我组队啊！对啊，可是对这样赢不了。没有要氪，没有要氪，不氪，不氪流，很贵哎、欸。氪了才会有动力加班，买到玻璃兽之后就不想再氪了。不行，我们不氪才有机会去。哦，好痒哦！不氪才有机会去环球影城啊！缺这点钱吗？缺啊！不要用我，还抹在我身上，氪了很爽。啊啊！对不起。氪金吃亏的是自己。对啊，雨喵一定已经氪了，我不知道。雨喵有玩吗？我不知道。我现在是金二，何必省那些钱？之后就可以啦。双人是金三，英雄给我，给我，我缺，我也缺，给我。对，我一点半酷吧，这个时间我也觉得很酷。OK 啦 ，OK 吧。嘿，
上的班，还是我明天用小手机直播，我就可以玩游戏。扣吧。让 life 也算氪金，对，让 life 也算氪金。怎么办？不要氪金。Hello team。对，明天是游戏直播，给你们看我多烂。究竟高圆觉可以多烂？然后张法法还在睡觉，这样子，跟播到一半再醒来。那你明天干嘛？我明天什么部分？明天直播要干嘛？我要出门玩游戏啊！明天直播要干嘛？出门玩。哦，直播玩，我不知道哎，可以出门啊？你有事吗？晚上。我打完这一场就可以复制了。不可能。No no， 阿六，高等回响可以去打星宿高的竞技森林。我们要不要等一下去打竞技森林？可以啊。好诶。不要直播输回新手决斗者。我还是。见证到底可以多难，我还是大家，我就是那个新手决斗者，我真的烂透了，真的很不会玩这种游戏。森林四级以后才有紫色的，我有绿色，打紫色的讲错了，绿，回响吗？不是啊，我是森林，我也有啊，是啊，我玩多久了？我们玩多久了？四天。还是五天，没有很意外，哎，根本没打啊！我要打啊！顶尖六啊，好猛哦！毒爆超难打，五天还没出新手村对？哈？什么是出新手村啊？只要多打就上去，可是就打不赢啊！就是我卡在600，你知道吗？卡在那600积分。不是装了放置不动等级在模型就叫做新手。哎、欸，差不多吧。我要念排名，大家请说，阿杜请说，阿杜我等你说。读歌，放假一个人了。嗯，你放假，恭喜你！谢水水的一封信。好，礼拜四、礼拜五放假。嗯，恭喜。怎么了吗？就这样，好。恭喜你，谢喽。第十名。我要打你的肚子，你躺下。我要第十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九名是人品君，谢谢人品君。第八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感觉会很响啊。第七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六名是亚麻路布，谢谢亚麻路布。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谢谢，谢谢谢谢。第三名是飞鸿，谢谢飞鸿。第二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一名是四季，谢谢四季。耶。你们会改时间吗？不会，就是一点半。头发还在丢绿线，这样也听得出来。Good night，Good night night。大型家暴先生，还好吧？赞。晚安，大家现在开始打开你们的手机，打开你们的波特，然后组双人对打。段位低的话，可是对面超烂的，要复制他们的烂卡哎、欸！哇，
超烂透了，升个级吧。龙猫的，太过分，连纸卡都没有。大家有缘相见，但是你们要段位够低，有总比没有好。谢人平均的 Pupcake。好的，下班咯，快要去魁地奇了。哎，等一下，你看烟火，哇哦，狮子，嗯，好哎，格莱芬多加十分，今天才复制一张卡，太好了吧？哦，好可爱哦。对，你们段位要够低，不然就是配不到我们的。拜拜。